豹哥帮我改一个极限速度加30，我现在觉得跑起来很奇怪。来个单拖，哈哈哈哈，我不想输，不是，我不知道他到底照到了没？他不是写一楼吗？我被那个旁边的标志骗了，尴尬，糗哎、欸！尴尬，小鬼台在拍什么？他现在在 Facebook 开台。什么游戏都玩了，可他开台时间比较不固定，像我们就会固定 No Life 跟 No Life 平台合作，我们就固定，每个人的时间都是固定，其实这样我觉得蛮好的，给自己一个责任感吧。然后再来是固定时间开台，观众会有一个就是可以固定时间收看节目的感觉，或者聊聊天干嘛的、啊，我觉得都挺好的。啊、但你也不一定每次都有空，每次都有空跟台干嘛？但我觉得没差，至少这个时段，如果你有空或者是你心情好，就可以跟台来聊聊天。Oh shit！Sorry， 会被过啊。我讨厌吃炙烧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炙烧的东西它会特别的去调味，然后就吃不到了原本鱼的一个鲜味等等。小烂土，我不喜欢那个混在一起。所以要就直接吃全身，要不然就是不要，要不然就吃全手。荷包蛋我吃全熟，荷包蛋我现在不想吃半熟，我现在不想吃半熟，我现在不喜欢吃半熟，也、欸、不是不喜欢吃半熟，是我不想吃半熟。
他没戏 ，Holy shit！ 我熬他，去死吧！哎、欸，没中哎、欸，他被我吓到，你有看到吗？他被我吓死，然后他那个一定吓，他吓到尿都抖出来了。哦，我怕他挡我。挂机，厕所。但是最有效果的，最有效果最快。但是呢，照完冷光，每个人不一样。照完冷光，你的牙齿会酸一天。会酸一天，那个酸是从牙齿里面酸出来的，不是从表面酸进去的，所以你完全没有办法靠任何的一些什么抗敏感牙膏啊去弄去让它不酸。然后那个酸是每个人不一样，我的酸的程度其实我觉得算中等，我酸的程度算中等，但是还是会感觉到，而且一定要吃止痛药，不吃止痛药那真的是酸到你那天就是你就是挂就在家挂机，你什么事都不想做，直接放推。然后居家美白的话，居家美白的话，就是我先超他车。他正在卡，对，我先跑赢他好了，他真的太稀了吧。说到稀这件事情，我上一次在我的粉丝专页啊 po 那个 U1 的那个什么Face 那个 YouTube 推荐我影片的那个西车的那个，居然还有人在下面跟我解释，就是什么，就是现实理论什么什么什么套用在什么上面，说什么什么那个不是运气问题，看到我的白眼都翻到天上去，翻到我的肚子都翻出来了，直接把我肚子翻给他看。差一点，差一点，速度不够，速度不够，进弯速度不够。来来来，数学题，一颗25000，六颗多少钱？答案是81000，就直接一个公道价，有没有？然后，这样子15万嘛，15万加上美白跟冷光，就是居家美白跟冷光美白，弄一弄就要17万左右吧。我记得好像17万，干超弹的啦，这车。哦，不要闹，这车跑这张图烂到笑。
下感伤和凝视。